别人在测试服看到这样一则消息，是关于游戏对爱丽丝的技能做出了一些调整，当中包括技能的伤害值还有消耗值，最主要的是一技能和三技能的改动。首先，我们甩出去的一技能现在可以为我们提供视野。相信很多玩过爱丽丝的玩家都遇到过一个问题，就是雪球甩出去之后，我们会犹豫到底能不能位移过去，这是因为有时候雪球离我们太远。甚至在屏幕之外，我们看不到雪球所处的位置是否安全。可是现在我们却可以长按着 E 技能来看雪球落在了什么地方。具体的操作就是雪球甩出去之后，然后我们按着 E 技能不放，这样我们的视角就会跟着它一起过去。若是确定要位移就松手，若是不要位移就等持续时间过了再松手。毕竟爱丽丝是需要进入人群中输出的。这样的改动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便利，也减少了我们送人头的风险。接下来三技能，现在的大招不会再有冷却时间，它现在被改成了一个状态型的范围伤害技能，类似人马那样的。开启的状态下，我们的蓝量会一直减少，直到耗尽为止。我们也可以选择手动关闭。表面上看的话，现在它确实可以随时开大，随时可以加入战场，我们不用再顾虑冷却时间的问题。但与此同时，它的蓝量消耗也比以前高了很多。以前的大招消耗的是一次性的蓝量，而现在却是持续性的消耗。所以就算技能没有冷却，但我们却要考虑当下的蓝量到底够不够我们打出我们要的伤害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要长时间开这大招的话，回蓝确实是很重要的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爱丽丝会更依赖蓝 buff 和其他的，回蓝的装备。我个人觉得这不算是加强，也不算是削弱，总之有好有坏吧。少了冷却时间的顾虑，同时又要注意控蓝，你们觉得呢？至于被动技能方面，现在第二层的法术吸血被改为增加护盾和恢复效果。可见，设计师现在更希望爱丽丝能成为一个坦克角色，为队友冲锋陷阵，为队友承担伤害。但是作为坦克，我们也不可能去跟 C 位抢蓝 buff 啊，他又不像人马，蓝量耗尽可以用生命代替，所以这就是他矛盾的地方。好，我是乐言，游戏愉快，拜。